我们就是带去医院检查，他抽血的时候，他不是跟我们一样抽这个，他抽脚底板，然后你就听到惨叫。抽出来之后，他的脸全部都是涨红，然后都是眼泪。那时候我就也忍不住就哭，然后还有生出来没多久就判定，因为他手开始长那个异位性皮肤炎，就开始皮肤就烂掉了，然后变硬，然后医生就说啊，你一定要一直让他吹冷气，可是你吹冷气，冷气又干，你也不能长期这样吹，所以他皮肤就很难很难治，你就会发现他睡醒的时候。他的床上全部都是血，所以我每天洗床单。哦，这我好难过。进产房很重要吗？蛮重要的吧。这个在以前的观念是很重要的，但以前我爸呢，就是进了产房，在生我哥的时候，那我他进去，他也是我哦，这个是毛怕，就血而已啊。一进去，他看到血，他就不行不行，我头晕了头晕了。哎，我也是，出口在哪里？真的会。我老婆也怕这件事情发生，所以说他就说你不要进来。我们呢，就是你在外面好好待着。我们生完，把所有琉璃台啊，不是琉璃台，姜啊、葱啊、生产台，把它清干净之后，地上血都擦干净之后，好，你再进来。哇，我一进去就是超级干净，就好像打扫阿姨来打扫过，然后小阿姨是干干净净，包起来，对，包起来。哦，你儿子来了，然后你就抱一抱，然后。哎，那是什么感觉啊？你有哭吗？没哭，这么冷血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第一胎生了22个小时，然后我还中间还去彩排完，然后我还回来再回去表演，所以这中间我们过程就是超级超级累。一生完了，然后我就哎，儿子你好，然后抱个5秒钟，好，那护士小姐给你，因为我不太会抱，然后软趴趴，对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婆，你是不是很累？她就说对，好，那我们睡觉了，1、2、3，太累了，肯定两个人都累死，然后直到隔天。两个人睡饱，睡到下午起来之后，我们才好好。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生儿子啊？来抱一下，突然想起来，感觉梦一场。我们先往下走哈，真的，好像我有点焦虑了，吓到了。来，最辛苦想偷哭的时候，我有哭过，一定有吧？我哭一次，原因是一次是那一次就是老大刚生出来的时候，他有蚕豆症，被判断出来蚕豆症，但。这个蚕豆症不是我有，或是我老婆有，它就是我们两个血型加起来会有蚕豆症。OK， 这个是我们事前也都不可能会知道的事情。对，那他有蚕豆症之后，我们就是带去医院检查，然后你让他抽血。他抽血的时候，他不是跟我们一样抽这个，他抽脚底板。然后护士就叫我说：“那个杨爸爸，你先离开一下，这边我来处理就好。”他就把他带到小房间。然后你就听到惨叫，抽出来之后，你会看他出来之后，他的脸全部都是涨红，然后都是眼泪。那时候我就也忍不住就哭了。对，然后还有生出来没多久就判定，因为他手开始长那个异位性皮肤炎，就开始皮肤就烂掉了，然后变硬。然后医生就说啊，你一定要一直让他吹冷气，可是你吹冷气又干，你也不能。长期这样吹，所以他皮肤就很难很难治，你就会发现他睡醒的时候，他的床上全部都是血，所以我每天洗床单。哦，这我好难过啊！每天做消毒，一直磨蹭这样子。大概过了大概有半年时间，才就是有找到好的医生，然后好的药再帮他弄，然后他让他自己身体的一些免疫力增强，然后就到现在，我�觉得已经是。恢复了大概有90%，还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爸爸妈妈真是心力交瘁，真的。